刚刚结束的国庆盛大阅兵令无数中国人心潮澎湃，也受到全球媒体的密集关注。英国广播公司网站以图文直播的方式进行报道称，中国正在举行盛大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现在中国以非凡的速度发展。经略盛大阅兵式的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说，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根据中国国防部的消息，1.5万军人、580套设备、160余架飞机参加阅兵式，中国最新的军事科技全面展示，坦克、直升机甚至新型的东风式腰导弹都亮相了。英国卫报在文中说，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刚经过内战，如此贫穷，只好让17架飞机在阅兵式上飞了两遍。今天中国是一个主要的世界大国，精心筹备的庆典展示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法新社称，解放军在阅兵式上展示了最新的武器装备，包括东风式腰战略核导弹，这是一种能够达到美国任何地方的洲际导弹。中国还展示了东风17高超声速导弹，高速无人侦察机也首次亮相。阅兵式后是由10万名的民众参加的盛大群众游行，70辆花车描绘了中国的最伟大成就。北京希望展现自己的军事现代化、政治团结和保护自身的利益的决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用图文直播了中国阅兵式的全过程，报道称阅兵式展现了中国的军事力量。参加阅兵式的士兵要求非常高，男士兵身高在 1.75 米至 1.85 米之间，女兵身高在 1.63 米至 1.75 米之间。参加阅兵的军人年龄则很宽泛，从20多岁的普通士兵到60岁左右的高级指挥官。阅兵式上展现的隐形侦察机，由于其光滑的外形和超音速性能吸引许多目光，武征8被认为能够以5倍音速飞行，其主要任务是在发生冲突时可以靠近对方航母，向导弹发射装置发回瞄准信息。报道随后也重点聚焦东风式1战略导弹。文章称，此次阅兵的一大亮点是东风式腰首次公开亮相。这款强大的洲际弹道导弹被认为将是今后几年中国火箭军武库中的中流砥柱。一些人判断它是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导弹。东风式腰由导弹发射车运载，具有高机动性，提高了其生存能力和操作灵活性。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导弹防御项目认为，东风式1射程可达 1.5 万公里，超过地球上任何导弹，能够搭载10枚独立瞄准目标的核弹头。理论上，从中国发射东风式1导弹，导弹可以在30分钟内到达美国。报道拆设称，中国可能已经准备好部署多套东风式1导弹系统。从台海事业观察，台湾万报者认为，东风式1的风头照强，因为新航母杀手东风100现身。文章称，此次阅兵分列式展示的主要新型武器，包含了鹰击 12B 陆基反舰导弹道、武征8无人侦察机、利剑隐形无人机、东风式1洲际弹道导弹、东风17弹道导弹、歼20隐形战机以及20直升机。解放军首次展示东风100陆基反舰导弹，该导弹是2连装式机动超音速岸基反舰导弹，专门针对大型舰艇，射程约在1500公里左右，可封锁台海周边海域。10月1日上午的阅兵产生16辆东风式1核导弹发射西未压轴，央视如此评价东风式1中国战略核导弹的支撑。东风式1到底牛在哪？一，无论你在哪我都能找到你。东风式1收集的战略导弹是中国火箭军现役导弹武器中射程最远的一个型号。据报道，东风式1导弹的射程达到 1.4 万公里，超级火力可以覆盖全球一切战略目标。而无论我在哪我都能去找你。军事专家曾指出，东风式1作为战略导弹，首先必须保证自己的安全。东风式1不仅可以布置在发射井下，亦可以放置于山洞树林中，也可以藏于铁路列车中，行动在全球铁路网中。东风式1可以在任何需要的时候实现随时随地发射，上无论多少阻碍我都能按时上门。东风式1的逆天之处是其具有极强的突防能力。据此前相关报道，东风式1采用了大推力的发动机，
在未进入大气层前，这种发动机就能燃烧完毕。此时的导弹已经被赋予足够快的速度，发动机脱离，如此令对方的卫星预警侦察难度大大提高。另外，东风11可以携带6到10枚分导式核，各自都有不同的目标，他们还能释放诱饵弹。末端机动变轨雷达探测难度剧增，无论有多少阻碍，东风快递都能够在半小时之内按时抵达，是无论多少目标我都能精准顺打。多个分导式弹头令其可以进行多方位打击，同时打击多个目标，而东风11的精度也毋庸置疑。据公开报道显示，其命中精度已经达到了100米内。对于核武器而言，只要击中了几千米范围内都算是击中目标，而100米的精度相当于打靶中的10环，十分精准。目前在世界上能与东风11相提并论的洲际弹道导弹只有俄罗斯的白羊 M 型，被称作俄罗斯的镇国之锤，分为固定式和机动式两种，是90年代世界上唯一一型新型陆基洲际导弹。与东风11一样，白羊 M 型也可以发射多枚分弹头，其射程范围最大在12000公里，略低于东风11。东风11是我国战略核力量中的中流砥柱，重要力量，